美好的希望与新生的曙光正驱散阴霾，中国率先释放经济持续稳定复苏的清晰信号。2020年，东航以变革精神、创新姿态，率先引领逆势新生。2021年，我们谋定而后动，数字转型、改革升级，厚积薄发。凭借对市场的高度敏锐，对旅客的至诚至上，用心开启东航新体验，构建全新长旅客会员体系，牵手全球战略合作伙伴，让旅客感受心连心的服务体验，满足广大旅客美好出行的需求。优质服务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，守正创新是新时代格局的召唤，奋斗不止是东航人的志之所向。未来我们将立足新发展格局，担任领飞重任，实现融通协同发展。新价值，新礼遇，新享乐。东方航空，连接世界的精彩。